你们真的做到养生了吗？我十点之前要回家睡觉，会点书法。我是游泳教练，我不是一个游泳教练，但是我的肌肉还比你多啊。我应该是把挥霍人生挥霍到极致了。这是我的最爱，我希望别人不要打扰我们的幸福。别说了，反正我也不是来征婚的，咱们就该聊一聊。外国的朋友是怎么来评价中国的广场舞？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非常土的一个舞蹈，我就想静静拍手。世界青年双本周四晚9:20，敬请期待。